正大集合现在开始啦！欢迎收看《正义大集合》，幸福阿弥陀，将军上大大。今摆再次来到小金门，大家欢迎哦！今晚的综艺大集合要前往小金门，到底小金门有什么特别的人事物呢？瓜哥、董哥要带大家深入了解小金门的美，千万不能错过哦！不然我眼睛会让人家，你要什么？因为我心地太慈悲了，看人家慢我就会慢下来。所以你闭上眼睛已经有你来了，对吧？对对啊，准备啊！谁是大钢牙？红红黄，黄红黄，粉红红黄，红粉红黄。那你我来讲之后，要跟大家讲一个天气啦。什么人？因为吼，你做单身哦，你这规个头毛拢无。什么人？你要不回过来照片？上次来啊，要感谢一位啊，乡长啊，哦，乡长，来来来，一起来欢迎乡长好，乡长好，大家好，我再出第一名来，我欢迎你们哦。喂喂，就是这么快点哈，我们三天白天过来，我们小姐们来，我们帮忙推销，小姐们观光，应该应该应该，啊，你姐姐泪水哦，后摆应该上上来。哎呦，上着泪水哦哈。我来湖北看咧，综艺大集合，推销阮小金门观光。哇，安尼好，小金门啊，顶面有人无看到，你嘛好，我搁顶盖小金牌啊。对对对对。我们的相片集14.8536平方公里。我们这边的人口9000多人。我们这边的特产红烧鸭。对对对。哎，你们怎么那么了解啊？你顶面盖小鬼啊？你嘛和乡长讲一下啊！你有讲过啊？讲过啊！你卖，我了你，你报一下啊！我报一下。你是咱金门的，除了这个大金门，还有咱这卖所在的小金门。粤语啦哈！还有大胆，还有二胆，还有猛虎。哦。哇，足侪观光的好所在啊！啊，你介绍有详细无？啊，无够详细。啊，佫有啥物？我补充一下，好，你报一下，报一下。阮内鱼乡啊，叫小金门啦，小金门就是内鱼乡啦哈。啊，阮石碇的真多些，即款的观光的景点啦。嗯。啊，这个就那个四维坑道。好。八二三纪念门。纪念门。对，纪念门哈。啊，佫来有这个将军堡。将军堡。铁汉堡。铁汉堡。啊，勇士堡。勇士堡。啊，五井头站。
饭食馆。哎呦，这个地方很多呢。是是，这是个胜利门，实际上叫胜利门。在胜利门的823金门炮点47缸，小金门肉蛋22万花。哎呦，它的这地点应该咱办庆祝咱办办理三百人的胜利。哦，所以这做这胜利门。我马上来蹦起来啦！小金门哈，不只是白天漂亮，晚上在海边啊，当那个厦门哦灯火通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夜景很漂亮，对不？对。兄弟，我顶面我来了，介绍播出了，反应很热烈。恁家生意有变好无？有啊，我只观光客这边拢陆续拢叫有增加。哎呀，谢，恭喜啊，恭喜啊！谢。阿玲哦，今天生意有较好，咱再寄我转来呢。你唔知有啥物表示无啊？有啊，我们上个月份机票啦。机票？我来看嘛，叫金币啊！哇，夏威夷来回机票。金门来回机票，你回来还在介绍小金门夏威夷，夏威夷，夏威夷不输夏威夷，夏威夷嘛无蚵仔通食，夏威夷敢高粱，无嘛，有红酒，对，夏威夷敢有胜利门无嘛？乡亲啊，这送来回金门机票头等舱哦。两个人，飞来飞去拢是同款的呢。那我头等舱，小飞机，来，跟我打架，小飞机。你把画座位画前面一两排就是头等舱。对，两人呢、啊、哈，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赶快7点半就上网回答问题，有机会获得台湾金门来回机票。哇！你好，我们贵重的礼物是那上节游戏有奖掉吗？大头娃娃来敲锣。哇！你派些代表就丢了啦。无啊，拢电话呢，哈，是啊，无啦，啊，无啦，伫遮呢，啊，哎呀，要去哦，那才多，啊，袂啦，哎，想谁啊呢？想谁啊？想谁啊？你们现在可以猜谁是瓜哥？你不，你他怎么带呢？你带得进去吗？可以，卡住了，卡的，好，再见，那你赶快呢呀？你进门了哈？进门，哇，你来生鲜，面戴面具的，啊！你戴面具就看到啦，你没有戴眼罩就好啦。安尼哦，哦，你也照未？啊？你们弄嘛？我是指挥会的。你指挥？用你照啊？用你照啊？挡住哟！你别派，你用你派了。你什么呀？我你派出去，出去。好，你立马三百六，你别怕，唔行出来，一直追后边。啊，有乌龟。你未使啦，哎呀，无啊，提起你吼，我哪会知是什么人在讲？我唔知。行啦，无啊，提起上。无啊，提起两个小狗，我唔知是什么人在讲。啊对，来来来，谁在讲？来，你先来讲。慢点啦，你来讲啦。啊，你来指挥啦。你指挥。阿兄弟，你看了过来就好。哦，阿你哦，来准备好了。眼罩先戴着啊。你来指挥啊，不要碰到他人了。好，来大声，你先。不要碰他哦。准备。大头娃娃来敲锣。63秒算快的啦，对啊，快了，董哥加油啦！好，要有奋战的精神啊！来来来来，好，现在有董哥准备了啊！对了，你看一下对面站的人是谁？老瓜，我很聪明吧？这里你就打不到我啦！哎，十指紧扣，哎呦，哎，等等，我们没有说可以。
以牵手哎。这个游戏要牵手吗？你怎么可以牵手呢？我怕他们跑掉。环环环环相扣。游戏啊，要勇敢，像我，你看，我不站就会倒下去，我是双脚站着就不会移动的。怎么可以躲在后面？你要站在前面。谁规定要站前面？人家刚刚观众是这样啊。谁在观众？没关系的。他是观众吗？啊，刚刚。对啊，这里有。在哪里？我是啊，我其实牵他手是怕他们跑掉，因为怕痛嘛。他们不会跑掉啊。会。我可以不要。啊，不要牵手，拿住腰就好。谁来谁来？来了，转身就位来，来转圈，大头娃娃来抢。好像不止董哥一个人打你哎，我们有画面可以作证。花哥就是那么打的，就连观众一起来凑热闹。跆拳少女主持人嘎嘎。抱着，好，我们拿，我们拿，要顶住啊，力量很大，你会不会踢到我们的手？还要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高一点，高一点，一下吗？他都敢，你为什么不敢？对啊，蒙眼，蒙眼了，蒙眼，看，看，看，这是蒙踢，大家在这里来啊，蒙踢啊，你有试过吗？没有哎，没试过，那你有把握吗？应该有吧。合金们开戏啦！阿姨在看你啊！哦，不要帮你跑。来，几秒？你还要看吗？哇，151啊！明星齐顺顺的啊！来颁奖，颁奖，够呛哎！来，谢谢，恭喜，谢谢，谢谢！恭喜啊，恭喜啊！我就跟你讲。金门人都照顾好气的，你话是不对？哦，杨姐，你话为着你让我们拍干你啊哈？你看你跑啊，做唔干的啊？今天哦，系啊，哦，做唔干的，做唔干的，做唔干的啊！啊，大家快做熟的啊！哇，你来，好久一个你给我，今把
饭店给他约进来就对了。你没听没有？啊，你把红肉滚进去听没呢？今天台湾的真的这些店面三太子来表演一下，好厉害！总经有艺术工有准备表演，看咱这听啦。那轻松起来，啊，报姐，啊，报姐，表演起来。电音三太子，来，我真的可以再好好舌感那跳。几岁？七岁、啊，七岁啊！哇，这些太二年级而已啊，太猪牙利哦，利哦利哦，哇，好可爱！他们刚刚出来都那个溜那个蛇板的哦，蛇板的哦。啊，你几岁？十二岁啊！你呢？十二。你有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太小了。那、啊、你是负责跳舞的，是不是？哦，很喜欢这个舞蹈哦，真的是。他们表现得很精彩啊！对啊，这也是服务地区乡民啊。对，有庙会庆典活动都很要能用啊。永定啊，哇，应该支持哦。有啊。啊，兵凶心拢参加下面。对，真各捏各嘴啊，反正瓦当啊，拢会当来。过年过节，瓦当哦。庙会啊，拢会有。是啊，这教练嘛，教练应该上红包嘛，对不？是。来，哇。哎呦。加厚，上红包。上红包下面，哎，囡仔吃糖啊，拢无糖啊。啊，有啊，有糖啊。那对都有糖啊。哦，直接我来提。啊。哦，你看，哇。哇，你无买糖是对呛来。什么呛来？哎，我今麦提是贡糖呢。我知啊。小金门的这贡糖嘛是足好食的呢。对，你哪有呢？我哪有呢？我而且熟识朋友，伊交代我讲，我提来给大家吃呀。我叫熟识啊。哇，来。你唔知我为什么来熟识？你来帮一下啊。因为我两公位前，我伫遐办风街演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第一次风街，我就是没无想。你今天唔忙啦，刚刚起来呀。啊，你闲啦，有些共同诶。哦，因为我呢，实在真系朋友啦吼，我两公位闲啦，实在呢，两公位无重要啦，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讲过去，谢谢哦。谢谢蔡朱雅，谢谢哦。对啊，小朋友有这个聚会啊，嗯，让他们从事正常的活动，正当的活动，是，而且呢可以服务乡亲、居民啊，对，而且呢达到这个娱乐的效果，哎，也不学坏哦，心理嘛健康，是啊。你要有共同，哎，对啊，咱个来个小金门，到起码阿未介绍共同的，嘿嘿。我们我喜欢的是特产，哦，我基本台湾的人过得很好。贡糖不是长这样子啊，贡糖不是一块啊，这个是贡糖，这是贡糖，这个什么？这是用小金门的芋头下去做的，芋头酥，芋头酥。女孩子最爱吃甜点的，谢谢。甜的，好甜的。每一个吃的不一样，爱抢。好，来，这个也是贡糖，这是糖饼，这是铜饼，只有小金门才有。来，先讲这个贡糖的口感怎么样？好酥哦，这里面的那个馅非常的香，很浓。因为吃的这个不是贡糖饼，这是铜饼。铜饼，是金铜的铜吗？金明铜铁的？不是，铜子的铜。铜啊，铜饼，它里面是包些那个糖子，糖有糖，有糖，有芝麻，有油葱。啊，难道是他包酱油吗？在讲什么？什么糖？是，他说是那个砂糖啊，砂糖面粉。哦，而且它外面的那个很酥脆，你看我咬。对。像太阳饼吗？我早上就不要给你吃了，来，那你吃。谢谢哦，怎么了？花生啊，花生啊，像麻捞了。
哦，你老干嘛你用贵的？我有啊，你快来电，你快来电。以前放上面会放芝麻，这个没有嘛哈？芝麻就叫芝麻佬，啊，就是放花生，对对对，花生粉非常的香。对，每一种这个产品都有它的味道。还有金门没吃贡糖，对啊，等于没来了，对，是不是？这竹叶贡糖，竹叶贡糖，对。竹叶的，对，公主在贡糖啊，嗯，我们来到现在才介绍，贡糖怎么由来？为什么叫贡糖呢？以前就是闽南和福建产花生，哦，产花生那做的糖，那进贡给皇帝吃，哦，那点那个皇帝的零食，那就叫黄糖就好了。为什么贡糖？因为是贡饼，哦，贡饼嘛，哦，然后明朝没有电啊，要用手工打，哦，明朝没有电，有手就是打这个动作叫贡啊，贡成贡，贡贡贡贡贡贡贡。乡长也上了一课，对不对？乡长也上了一课，你就搞懂了。这个礼盒有没有送给我们乡亲父老？有，好的礼盒送给大家。观众朋友，赶快上网回答问题啦，有机会获得金门的贡糖啊！来玩个游戏好了啊，来欢乐洗刷刷，来派出两位代表了，来。走来，公哥，坚定的攻读生哦！哎呀，对，攻读生，来来，就位就位，加油哈！好，记住啊，两个牙刷看几秒钟啊！来，我先进来，比时间短的。好，欢乐洗刷刷。好，比赛开始了，哦，这女小女生呢，一下就把它缠起来了啊！有吗？目前看起来很稳啊，都传递给男友了。应该是稳定性了。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历史感。好，加油！反应各方面不都不错啊，多少时间？55秒，五十五秒，那有机会，我们有机会赢啊，我们有机会赢啊，对不对？我们不要乱谁，害谁？害神啊！害神已经输了，不用吃啊，跟谁来？你啊，啊，来来来，那么强，来来，请救我，请救我，加油了啊，欢乐，洗刷刷，来比赛开始了。会不会赢？你们觉得？刚刚对方是55秒，差不多。感觉有。现在手还在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蛮接近的，蛮接近的，很接近的比数。对，同学，你觉得他们会赢吗？你让他们稍微秒。我们可能性比较大，哎。你们可能性比较大，你赢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你猜他们几秒？58。58。哎呦，请公布他们秒数。62。62秒。很抱歉，答错了，谢谢。但是人家还是秒数比较短，对啊。我有说不送钱给人家吗？没有，我只说他答错而已嘛，还是要送钱啊。对，来恭喜。
什么挑战？好紧张啊！你们是金门在地吗？在地，不是。你是到哪里啊？是，我是高雄来的。哦，所以来度假？没有，来读书。你念什么大学？金门大学。你也是啊？对，也是。也是从台湾过来念书啊？哦，你们是考上的是吧？我是体保进来的。什么东西？保送。保送。保送。哦，我知道，这保送的是室外球保送了。因为个子太小了，那个跑出来投不进去，所以你是室外球保送的。不是，出生球。不是，不管是怎样，是那个运动机哦进来的。运动机哦进来啊。运动机保送。那你是网球、羽毛球、高尔夫球、跆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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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跆拳道保送？对。腿那么短，怎么可能？试试看。对啊，你可以咬一颗蛋球，可以不用用手就可以把它踢坏哦。什么？真的要表现啊？咬蛋球不用手把它弄坏？对，可以就是直接。OK， 没关系，既然这个要高一点的，来，高他就没有腿短。高了那就看不到了嘛。来，给我蛋球咬的，我要现买。来，那个梦之够高的了。来，咬住。你刚才这么高，你都踢不到了吧？可以的。来，那边啊。他侧面了，太厉害了！侧面。哎呀，你不用蹲了，就是要求你高的，行吗？真的可以吗？要咬吃，不然会踢到脸，手不能这样，会踢到脸的。谁要这样？先试一下，先试，这里就踢到脸了啊！等一下，说实在的，模特就是靠这张脸，你把它踢坏了，我们没有保险，我们赔不起啊！对啊，啊，就是靠脸吃饭嘛，我们找个不要靠脸吃饭好了。来，小艾辰，我一直都是靠脸在吃饭的，瓜哥。你靠不要脸吧？我没有，我是靠脸吃饭的。你是不是靠脸？你靠才华。我才华也是普通的。来，郭富城。为你爱我，在心内是那些，我心底对我是狂有野，爱我吗？你怎么？放心，对他有信心了啊！相信我，我跟你讲，不要开玩笑，加油！加油！能够保送的都是黑带的高手，真的保的。蛋卷的口感好吃吗？蛋卷好吃吗？蛋卷里面有奶香味，让我想起我的初恋。郭富城耶！脚就踢到了。现在董哥会危险吗？不危险，不危险，你怕什么？可以啊，董哥，我们花式的，我们花式。不是，董哥来，他是叠我，不要怕嘛，来，要表演就表演透彻一点。刚刚你们对他不放心吗？他都敢，你为什么不敢？对啊，蒙眼，蒙眼，这个就厉害了，他眼睛蒙你的，看，这叫盲踢，大家在这里来了，盲踢啊。你没试过？没有，没试过哎。那不要开这个玩笑，万一踢坏掉，真的。是的。我还以为要蒙董哥，结果你说蒙他。我以为是蒙我。不行啦，他这样没把握啦。再做一些，做一些没把握的事，这样就有把握了。哎，你不要再欺负董哥，你自己有一边一套表演吗？有啊，那就看你的表演就好了。可以吗？好，来。来表演一下跆拳道怎么保送的啊！来，猜拳来，剪刀石头布，你跟他猜。剪刀石头布，好，你赢了，来，谢谢。哎呀，这种人哪好啦？暗箭伤人呢。哎呀，你那哎呀，那不
你保送了。现在太松，没有，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不穿鞋。哦，那再踢一次哈，保送鞋子哈，来。今天把鞋子脱下来，并且来踢嘛。对。这是滑倒。还会飞吗？不会，不会。来一杯，一杯。哎。准啊！这个真的非常厉害了，你怎么一个点都到底？是是是，那还有另外是击板呢？对，击破的，后地击破，后地击破，板子呢？那边这样子不好玩嘛？浩子，来抢来了，好，我们拿，对对对，我们拿，你拿，我来踢啊！你不会踢啊？来拿，拿着，要顶住啊，力量很大。你会不会踢到我们的手啊？不会，选一个，选一个。你们后面帮我顶一下，来。你选的手比较漂亮。要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啊？你。高一点，高一点。真的吗？翻透啊！我不太相信，来来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光哥，自己拿来看才知道。光哥，怎么组合啊？光哥，我猜了，这样不刺激的，对，不刺激哦。他们踢，董哥脸在后面好了。这个板子力量很大，很大啦，还有后坐力耶，他踢得好用力哦，他力气会灌进去。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保送啊？对。对，这个保送就是名副其实啊！你几段？三段。三段，三段哪有？你早讲，我们就不让你踢了嘛！真是的。我来，谢谢掌声鼓励一下啊！在那边念书快乐吗？还蛮快乐，蛮快乐。今天看到那个星星学子在那边念书，他们在那边都很愉快。学费没有台湾那么贵，对不对？没有，可是还好会补助。补助，补助你，你看，你男朋友呢？啊，男朋友，男朋友，这个是男朋友，他不是男朋友，没有，那是您的学长，学长啊，哈，你也考保送啊？没有，没有，我们考试进来的，考试进来的，你是自己靠自己答案答的。谢谢，鼓励鼓励。现在台湾很多的学生来这边念书，金门大学不错的。对啊，刚刚我们这次再回来哦，我突然觉得号角响起哦，在小金门真是吃得开，而且呢，就跟他们有非常的热情的。摘了摘了，开过演唱会了，我们一家呆机啦。啊，你看一下，我有两百哦。号角响起，帅帅可爱，买票，谢谢谢谢谢谢。你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举牌子的没有表情？有啦，那个字一看就是用印刷的。对呀，印刷。哎，我跟你说，哎，你是什么管政府叫你提啦？你自己干嘛的啦？你干嘛？你干嘛？阿妈伊唔巴的，是巴金的代志。你去先管。这是我的狗不理啥种题。怎么你妈我别讲，不你敢问？你敢问问一下啦。我现在去问他，看他认不认识。访问人家一下嘛。对嘛？要。阿玛尼奥，我的底下睡呢。花哥大，帅哥，大姐，大姐，你快下来哦。大姐啊，快点啦！我这是要讲那个音呢。表情是帅帅可爱呀。我来给你用力，你这个一下呀。这个你下哎。阿妈，等一下哈。要不要搞吧？你不要搞吧。阿妈，唔得你呀。这下下面你猜不？怎样？下下下面一首。加油，大哥大帅哥。哎呦，爱你爱你。啊，过来跟我洗多几嘞。大哥的洗地。啊。你有爱我不？有。我阿不阿不。今天无人请你，不是家己主动做法的吗？是家己嘛。哎，家己主动。有听到不？有听到不？谢谢了阿妈。好了，既然都是这么忠实粉丝，你起来就等。你找恰雅雅呢？你在，你马上哈拥抱一下啊！真正的粉丝啊，是不会骗人的。对，我们就接下来看假的粉丝。什么假的粉丝？你好，你好，你在写什么知道吗？知道。叫什么？好奇虾米，帅帅可爱。你再念一次。他说念不清楚。号角响起，号角响起。好奇响起啊！帅帅可爱。号角是哪两位啊？哪个是耗子？哦，他这个他，对啊，知道啦。他叫什么名字？经常在看您的节目。张角，谢谢你。阿翔，阿翔，阿翔啊。叫耗子。谢谢。好紧张哦，我们是喜欢看您的节目，所以今天现场一起来了。哦，谢谢。是
真的喜欢的、啊。对啦，所以我们要走进人群呐、啊，他们支持我们，没有用过的。阿丽娜举那么久了，干脆我们来玩个游戏。那应该的，应该的。好吧，来来来，哎，阿妈嘛来讲，阿妈，阿妈，你吹气好不？吹气假牙，假牙，假牙，假牙比较好。阿丽娜听过啊，干脆给我，干脆。啊，阿丽娜，你假牙呢？假牙，阿丽不，你不亲家来不？有啊有啊。什么啦？文件。进来，进来。哦，假牙，林家，林家。哦，咱们要退役后来，这儿子哟，来来来来来，哇，阿丽娜，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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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贵给会，刚才你吹气好啊，你吹气好，真的还了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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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挑战挑战，来来来挂个边啊挂个边，你有看过这不不，这比赛上你知道不？知道，不挂谁？好来，挂个边啊，幺五能签哦，来准备哦，爱牛牛哦，妹子哦，来来来来，来准备，谁是？哎，你们跟多几个？好，你跟你跟你，我还等啊。对不对？公平啦，公平，我来定，我来定啊！啤酒，你不要把整数去掉哦，卖雄心嘛，你家是卖雄心的，不要定，不要定，对不对？来，这边谁是大钢牙？白水啊！白水，真正白水啊！白水啊，不要紧啊，白水。阿你要上千块奖金啊！来来来，我是牛音的，我调到慢，慢慢欢迎他吧，我就他吧。你慢慢啊！你阿那叫牛音哦？基本上白山牛啊，我蒙眼啊哈。蒙眼啊！谢谢，谢谢啦哈。好，上来处理那瓜皮啊。来来来，我这边我这边。你要玩什么？来来，干架干架。来干架。阿是不是到火力了？是啊。可以叫我们儿子来。叫儿子啊！学哪一只？还是你这个效劳的时候啊？要学哪一只？先，这是好的。好，这是好的。来，输了不要难过啊！我刚刚是有让的，现在我想眼睛要蒙起来，我不然会让。我天生，我天生就会让人家了。不要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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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个大方了。你戴眼，眼罩蒙起来，你看得到吗？开什么玩笑？不然我眼睛会让人家。这样，我会一直慢下来，不好。好，来了，来了，来了，高高。对对对，我戴这个不是让你哦，我戴这个是表示我不会让你了。我被表了，你慢的话我就不行了。好，好，因为他不会用余光看到你摇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心里太慈悲了，看人家慢我就会慢下来。好，了解，现在了解。所以你闭上眼睛一定闻起来了，对吧？对对对。好，准备啊，谁是大钢牙？瓜哥精造鬼，蒙眼真的能赢得了年轻人吗？好。因为他不会用余光看到你摇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心里太慈悲了，看人家慢我就会慢下来。好，了解，现在了解。所以你闭上眼睛一定闻起来了，对吧？对对对。好，准备啊！谁是大钢牙？真的赢呢，这是瓜哥的，这是盲咬的，恭喜瓜哥获胜！为什么赢呢？为什么不让呢？为什么？因为他支持的是号角。我们没有看过你这么拼啊！我就跟你讲，游戏我很厉害，有时候看我输，我是故意的。好强哎！刚看那个人快输了，我就慢一点。讲的跟真的一样。刚好，我就现在，我就故意不要让他，我就把他蒙起来。哦，太厉害了，辛苦哎！真是，妈妈不要难过了，没关系啊。你支持错对象，你支持错对象了才会上这样。讲，支持错对象。小礼物送一下，掌声祝他花生送给你。大家开心最重要啊，对不对？对对，你都有看我们节目嘛？对，有，我每个礼拜都看。哦，欢迎你们来金门那个露营。谢谢谢谢谢谢。如果等一会露营完的话，到我们家坐坐，全部都去。啊，我们家很大，房子很大。还要露营完，露营完我们就赶飞机的。是的，要不然现在去好了。好吧，你赢了人家游戏，还要去人家那边吃饭。不是啊，我怕他心里难过。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对啊，我只是向观众证明说我的能力是很强的。对对。我们都很喜欢你们，都很喜欢。你刚刚早讲。我就不要蒙眼，我会让他了。开心就好了。对对对，谢谢谢谢。来，我们到你家坐好吗？好，妈妈说好，请我们吃东西啊，好不好？好不好？不管
他吃是谁都是吃我们综艺大姐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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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妈妈拿一下哈。谢谢。好，谢谢。何必呢？给他换过来。大家嘛，大家都喜欢嘛。他也喜欢号角，他也喜欢。哦，了解了解。像不是一样嘛，对不对？对啊。要到你家了，对不对？对。好，那我们要走路还是搭车呢？有车子。好，再见。耶。来啊，旅行团到这里了哈，来。哇，这空气哇好诶，风景太好了。环厝嘛哈，妈妈贵谁？这是东坑，东坑啊，还有东坑啊，还有广告嘞，放上，今麦给我放上。他是要叫我们邻居来这边看。哦，看你们在录影。你这边什么重要代志拢用这个广播呀？挂钩老大来的，你们来的时候没有人在看，对啊。所以这个说的就希望来录影来要来看。这说的就当天的东坑，看到了坑东西来。不是领导哦，我在工作呢。对，工作就两万。我们是住在这边啊，住在这边。对，这是以前的房子。我你住家几年啊？从小就在这边，从小习惯了哈，对，习惯空气好，太阳阳光的，而且呢人情味浓厚，那比给别人对，有时间就今天看你们的节目，阿雷哦，谢谢，哇，你们来我们的哇，很荣幸，你知道吗？你好，很高兴，很高兴，好，那你们辛苦了，我请你吃点东西，啊，吃到我家坐一坐，来，对，后面我差不多把它加一加，对，就要两点了啦，两点了，你准备啥？门。不能加上，不能吃。一共一，你这是讲话就怪怪的，加糖怪怪的。我看是你无问了，清楚你去问一解啊。关键啊，到底是我问题还是？你个蛮喜欢讲的。记住一点啊。哎，蔡小姐，李太太，吕太太，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吃完讲名啊，对不？哎，对对对。加啥？加啥？加门。无啊。两点啊，我明天叫菜馆，还没立马才两点嘛。但是我笨啦，我笨啦。这你也挂袂好，我多，我不是最菜啊。我猜。哎，你好，你好，谢谢你，你刚刚我把我压低了嘛？谢谢，感谢，感谢。你们两个很有名哎，真的，谢谢。你们小朋友都喜欢看你的节目，真的假的？重点有了啦，有了啦，真的有了，爽来了就对了。你都就是故意要把瓜哥闹亏的，黑啦。啊，对啦。你有今天有准备物件要玩家对不对？对啦。你讲对啊？是不是？这问题哈，啊，是要吃啥？吃什么？无，今麦个无啊？无，今麦个无啊？是不是怪怪？哎，连咪乌，连咪无呢？哎，你的粉丝。哎，我跟你讲，哎，有没有耐心？那做节目服务相亲呢？一起让你管久，不管他是怎么样，正常或不正常，那都不管，我们还是要招呼他一下啊！谢谢啦，谢谢。那我们进去看，进去一下。对，进去坐，进去看一下。人家你惊讶，那怎么的？一点都没有。那你闯了，你闯了哈。来，好，进来。哎，今晚你怎么样了？他很热情啊，但他又怪怪的啊，讲话颠三倒四，又跟莫名其妙人讲。他跟我们公婆。啊，我们现在进去也不能马上走。对啊。老板，哟。你刚才卖得起？我卖得起。我们大家进去，你一个人在外面。哦。你靠我点位。看我，哎，我们要开会，我们转别的地方录影。对。我们拍起来，我先拢要照。哎，高招。不然留你半个小时，你怎么办？对。哦，你再我点位。我再啊，我古贝卡。差不多五分钟到七分钟都不会卡。安尼哦，你入去五分钟了，我卡你。我未使搁入去睡觉嘛。讲要开会。啊，你在老大话个。什么？我比你我这个无，这个哎，你讲唔对啊，叫做梅啊，这梅啊，我叫做梅。哦，你讲梅哦。嘿，啊，你讲梅。哦，这是嘛？是金门的人讲弄个梅。梅，嘿，讲梅。我弄个梅。假梅，嘿。所以真的有准备啦。啊，对家人跟你讲，我都无传物件，我去抓咯，坐车坐到这都无物件，人就不到家啦。哎，我知啦，知啦，你食过梅啊？哇，嘿，这是三万五哟！哦，是瘦肉的快乐。对，八公斤。哦，这么长。来，这个把它倒进去。稀饭煮的跟我们一般不一样，它是烂，很烂。哦，真的。所以以前老人家吃稀饭啊，或者说有生病的，不适合咬硬的。所以你这个膜啊，膜，那滚开再弄啊。哎，就要这样子。那滚啊不啊？它那个大。这个也不会啊，没有吃普通一般就是。
炖烂一点就可以了。你是用生米去煮的还是饭去煮的？没有生米，生米煮的。一般是用饭去煮稀饭嘛，他用米去煮。那煮久一点就可以了。好嘛，妈妈宽好的好料，今天真赞哦。哎呦，小章鱼啊，小章鱼啊，对，这么名善哦。对对，这是这边随便去海边抓就随便就有，对，真的真的，只要等到大退潮的时候才有，我们涨潮就没有了啦。它口里面感觉有蛋，是不是？啊。高了，高了，有高啊，高的，那种螃蟹的高在里面啊，哇，感觉有高哎。一般在韩国它是吃生的，啊，有没有？对，会粘住嘴巴，这脚还这样粘着的，蘸这个，香，蘸这个，哇，蘸，哇，我要吃半块吃完呢，我都买，那边有，那边有，哎。接电话要响啊，录影不关机啊。老板娘，瓜哥的电话，瓜哥的电话。我们你的，安静点，你的，你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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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那种那样我更学会。对啊。啊，快点，快点。定掉了。我讲那个。嗯。喂。喂，瓜哥。喂。嗯。奇怪。那是不？没有，热情的粉丝款待我们啊！嗯，那关机。够卡车。嗯。来，加过皮蛋，如果皮蛋的话，皮蛋瘦肉粥了。瘦肉粥，来来，两块块的那个。汤姆，电话可以啊？来，你听啊。个相卡啊！下面两个一起卡啊。喂，喂，瓜哥。哎。嗯。哎，医生。马国碧啊！哎，你找谁？马国碧，我马国碧啦。你是？哦，我咧外口啊，你不是讲哦？我咧龙岩，我咧外口，就和你讲公司要开会。啊，无啦，开什么会？内底咧食物件，要食要饱。无啦，啊，你咪讲伊内底拢无传物件。不是，就我这有传呢。这个有传。对啊，我食要饱。啊，你可要开会无啦？我开什么会？我看到贵在食物件咧开会。我啦，你不是讲无啦？什么拢无？啊，我是假名啊，拜拜。马国辉，我找到你了。你好。哎，那我你把假名讲嘞。嗯，哎，乖啊。对啊，你怎样？啊，不是讲什么拢无，佮叫我去吃物件。好好吃啊！喂，涛哥，涛哥，哎，哎，涛哥，你阿咪讲无？你啊，阿姐，那个遐规道拢无。哦，无啦，伊讲啊。你讲无就是没啦，我冇意味无名啊，这叫做没啦，因为发音叫，因为发音叫无，发音的问题啊，我们叫没啦。啊，你对不起，你跟我讲，叫我以外口进行 A 计划，讲好五分钟你要卡住，跟你讲好，啊，你要开会，啊，你蛮公平，才顾无卡你个礼拜啊，无啦，啊，你那个无搞去搞叫一个。我吃米，这个无用啊！你来来吃，吃吃吃，请我来来来，吃点碗给你了，吃点碗，吃吃吃，我吃。哎，看我一看，吃掉。来不来？哎，你要吃啊？对啊。没有嘞，不好意思哦。都滚了，都滚了，都滚掉毛毛。已经吃掉了，啊，真正无啦。哎呀，走啊！你吃不？哎呀，吃不啊？够不？够不？我跟你讲，别个，好，你就吃这啦，就吃啊。哎呦，唔敢吃呢，你唔敢吃？系啊，我吃这，吃这，哦，就吃啊。你这我冇看过，这是啊。你就过来，过来，你来就。地主，地主，我只爱问这个美奶吃的哈。我的这马国碧蛮出工的嘞，啊，这个无解叫买对啊。来点蛋啊！对对对对，哇，吃卡紧，吃卡紧，现在没时间了哈。没播了，啊这边叮叮的。不要吐啊！不要吐啊！不要吐！你看，吐都吐起来。对对对，吐起来这比赛假嘞，这是我该吃的。我吃了一斤假。所以那个还不给你吃啊？讲一个糖啊，快讲。不要，那个记得不说。我这么说，因为亲爹亲爹啊，亲爹啊，亲爹啊。我阿公对我牛哥哥没有。马国碧，阿碧哦，牛哥没有。做干嘛？做干嘛？马国碧，一边马国碧，你师大的。这不是墩墩的呀？做别的去呢？没有没有，真的。记得就这我多记，我直接花钱。别我贵点啦。你浪费了时间啦！是啊，多谢你款待了。谢谢你。现在不是啊，因为他那个发音有不一样啊。口音的不一样。我们玩那个绕口令好了。真的，来绕口令。来，过来，我讲你，你慢慢讲。龙果，我来到这边呢，他这种语言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口音，我们这梅叫梅，我的柳丁啊，那讲，嘛是讲柳丁啊，柳丁，有人讲钱。
签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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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我签，签嘛，签嘛，签嘛。最近都是大部分都说柳丁，也改变柳丁。周先公签嘛都对。古时代的人都说，老人家都说签。巴拉嘞，巴拉嘞。巴拉人南亚布，南亚布，南亚布。签叫南亚布，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是讲南亚布，就是以前的人都这样讲。南亚布。新起有新的所在，可能是福建来呀。南亚布，南亚布。这个讲起来，我们这个今天就来玩玩那个绕口令。绕口令啊！啊，向人醒来，你醒来好啊！啊，你会晓未？来哦，你看嘛，拍子会晓未？好嘞，好嘞。预备，开始。五六七。老鼠看书怕老鼠。老鼠看书。老师看书怕老鼠。怕老师，书爱老师怕老鼠。老鼠怕老鼠爱书怕老师。老师，老师。只有这前面老鼠看书而已哈，其他还不错。来，这下简单了，来，来，二三。嘿，老师看书怕老鼠，老鼠咬书怕老师，书爱老师怕老鼠，老鼠爱书怕老师。哎，别讲我混了，别讲我混了，混了。唔系太困难，太简单，太简单。太简单啦，来，这上简单啦。你醒来，你醒来好了，这摆你醒来了。好，来，准备开始。红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凰。红粉凤凰凰，多一个字呢。弟弟，你还是讲红粉，红粉凤凰凰，不是搞，因为新卡的可能哦困难，起码调你，起码调你来。给你听，因为听过，听过啊，他就印象更深刻。来，红凤凰，黄凤凰。粉红红黄，粉红红黄，啊，红粉红红粉红黄。那不是写那么骄傲的用词？粉红，红粉红黄。严格讲，你拢无及格。拢无及格啦！来来来来，用词。好，很好，恭喜恭喜！预备起。一二三四。红凤凰。平碰平碰妈，你我都对未着嘞，你也查到位啊？你是要查到？你当时拜人？我不是安尼读过啊。我知啦，你咪读到位去啊？你读到外口转来呢？你家己比，你家己比啦哈。两个单位你比我快，用手比，用手比嘛。一、二、平碰平碰盆，盆碰平，对，平碰盆破平平平平破。还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平碰。平破平不破，哎呦，对啊，对吧？就对了，猜了，对啦，都表现不错了，来来来，欢迎人杰。那活到哪学到哪，很多口音不一样的，但我们不是取笑了，我们是因为觉得他们很可爱、有趣，对不对？非常可爱，发音不一样。这个今年呢，不管他是支持号角呀，支持胡瓜呀，支持董哥，每个人都要支持哈。谢谢你们呢，欢迎七七，每个人我们都很喜欢。啊，谢谢，跟我们下来一起拍照了，一、二、三，耶！好，今天送幸福。你看你人有热情无？哎哎哎！无无，煮一顿给咱吃。哎，无缘无故给咱吃。哎，俺唔知上学的什么卡点会被照安尼。那是你的，你啊！那是我才领奖的哦。我奖的不要紧啦。哎，哇，你看这张球啊！哎呦，哇！这球莫几百年啊嘞！哎，现在球啊一直有型的啊。安尼哦。哎，还上很久，上很久。哎，听到了。哎呦，哎呦，哎呦！啊！谢谢人啊！哎呦呦！啊！恁这将军知影我是相模，哎，请安尼，敢问是济公师傅？哦，啊，几重都报唔到。啊，济公师傅呢？啊，济公说，我就讲这场球啊，一定有戏的。真巧呢！哎呦，今天来出云了呢吼。那你我来到这，要甲大家讲一个天气啦。哎呦，要讲天气啊！哎呦，吼吼，什么？还会你台湾？有想要听无？啊，多谢多谢。大家感动者，感动者，天气哦。嘿嘿嘿。
你们讲一句，哎，叔啊，困你呢，叔，叔啊，这个叔，哎，你唔要讲成语啦，困你啊，我咧困，你搞我吵起，啊，无啊，你要讲成语，我咧听啊，阿你哦，系啊，你讲成语就贵咧，啊，是贵就贵，真好，真好，这公师傅来了，阿南。哎叔，哎叔，哎叔，阿叔，你无叫我进来，我唔敢进来啊！你唔来跳楼，我真紧啊！啊，现在是法律无边的。啊，是是是是是，这就是这公叔嘛，哈！欢迎来天良嘞，哈！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各位人工是个天机的，对对对啦。啊，那叔叔，人工讲这公叔，啊嘛，冇人讲这点啦，冇人叫这点呀，这点，这点解无礼貌？我唔知咧。伊是我的全名，我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就介绍一下。我的本名咧叫做。李秀元，有人叫我坐电，啊，这个大慈大悲大仁大慧，诸金罗汉，阿耨尊者，神功广大，神速三元，转化天尊，就是咧讲我啦，我先鼓励一下。嘿，我拄只吼，可能讲真紧啦，我再讲一摆，这个大慈大悲啊，大仁大慧，诸金罗汉，阿耨尊者，神功广大，神速三元，转化天尊，就是咧讲我。谢谢谢，安尼大家有了解吼，你若有了解，你嘛会了解。哎，安奈，大家拢困呢，安奈困呢，我咧自我介绍，你搞我困呢。你介绍刚刚困，刚刚介绍伤长，安你心长，今仔日咱有诶，老大，啊你变平奈安奈。我几个砖头哦，你我拄只咧自我介绍，你甲困，安尼害我搁来介绍一摆。这公仔我知啦，大慈大悲大仁大慧，诸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功功这贤书三元转化天尊嘛。啊，你袂歹，我真感动。哦，你几个记起？有啦，有托帮我啦。哎，你啉一嘴。哦，实际我喊你不能啉，无啉酒呢。无啦，你啉一嘴，咱有缘。哎，叔叔叔，哦，你就是在健康嘞，哈。今仔日哦，这内底哦，我那看一个人怪怪，有人怪怪啊，有人怪怪，卡着伊咩哩？你安尼，哎，进进进，什么人？什么人？什么派名呀？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怪怪，什么人？什么人？哎呦，哇，啊，告别，哦，好，好，还要加起来不换哦，哎呦，你来，你来，你来，啊。啊！你有无鬼过来照片？来换，来换。我甲你讲，我甲伊这辛苦这垃圾的物件吼，规个拢甲洗掉。好，好，我来这边啦。我告有一个吼，叶丸足厉害。叶丸了，叫做这个伸腿瞪眼丸。哦，伸腿是不是伸腿？伸腿瞪眼丸，伸腿瞪眼丸，这这功夫是什么？瞪腿，伸腿瞪眼丸，眼丸哦，这个撸来，哎，撸下来，哦，撸来撸来，哦，变身吗？
差不多哦，唔免三分钟啦。来，我顾，大家再回来，好，五、四、啊、三、二、一，哈！心情去啊，目前无啦。你今嘛感觉安那？我可能就行正义见的感觉。正义见，我现在留那个仔仔的头发。后盖哦，你都会使真认真的主持。啊，是是是，你两回都无分啦。我阿咧做料，另外大概先冰心。这我一点啊心意的啊哈。啊，我那小我是。我先来个海鲜。你先来，你先来。我讲我你吃好了哈。董哥集合。你两口伊都无好分啦！我阿咧做料，另外大概先冰心。这是我一点啊心意的啊！啊，我那小我是，我是第一个海鲜。你先啦，你先啦！我讲我你吃不好啦！你讲你要讲，讲要提做证啦！你家己要提，你讲。大概有做证两千哦。无啦，那我只查账卡。我治疗几啊年呢？哦，这公神书啦！是是是，镇华天尊。嘛，哎，今天呢来到这个小金门，我特别欢喜，就是要来，安怎讲呢？安怎？因为我平常是食肉搁啉烧酒，啊对，今仔日来这特别欢喜，欢喜，我啉的酒你打什么酒？什么酒？白色的酒，白酒，啊，今仔日来小金门啉的什么酒？我的白酒啊，高粱。高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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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来啊！你感谢感谢感谢你，还无去？天尊呢？天尊到底？今天还阁无去啊？我们带恁来看个，阿要水去？阿伊无带路，咱是要怎去？系啊，即摆又咩咩咩？那这边呢？对，倒一边。我知。我来，我来这边先看麦啊。这边看麦啦，看麦。奇怪，咱早起记得无带路嘞。啊，这公司有走较紧，对啊，那个无全部来帮忙，这也无高粱啊，啊，未去再去到，什么都没有，荒这个荒郊野外的荒，对啊，什么都没有，都荒芜了嘛，啊，原地都荒芜，跳下掉了，跳阿伯门框，阿伯，阿伯，你好你好，哎，阿你从哪？我咧割，我咧割螺啊，割螺啊，割啦割，割啦割，割掉几尾生牛狗，啊，割掉生牛狗啊，割螺啊，割螺啊，阿伯爸爸敲门姐哈，啊，你家附近有高粱无？高粱啊，种高粱啊无？高粱在西丰以后，阮就要种芋啊。啊，西丰位在位行？啊，对，要转落去。来哦，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哈，再见。啊，我来。再见，再见。啊，看啥？看芋啊！你来个吃啦。看芋啊，芋啊真好，金门的芋啊真好食。伊讲你来啊，你唔得刚看一个。哦，金门的芋啊，金门芋啊，爱刚看一个。真好食，真好食，个三个户。哦，这芋啊嘛。哦，啊，谢谢啦，谢谢。我来，晒崩了！啊，你唔敢看出来？啊，你看过啊？我你看过啊？你聊啦！我就安尼哦。阿伯啊，热情邀约，你唔敢直接要访问出来？哦，了解。既然都要听问啊，阿舅平时啊，我最爱去讲解，讲推各方，招呼大家观众嘛。哎，听问哇，就好起来。你想啊？啊，你想？花妈？那个哎，花妈？花妈？我看你安尼无习惯呢。我啦，我本来要介绍高粱啊。啊，这是金门的芋啊！金门的芋啊！有出名无？出名啊！啊，那出名？好食，好食，味道好，土质好，土质好，够好好，好好食。嗯啊，介绍好无？介绍好啊，袂歹啊。我这钱五六十块，五六十块，五六十块。你唔知好啊歹？瓜哥，他们这个小金门啊，这边也有办那个芋头节，对不对？真的来我家，对对对。你讲土质好，气候好，气候好，水质好，水质好，水质好，这拢无水打打打。对啊。为了不修行，不修行大哦，不修行不大，起码是修行哦，起码就是就对啦。哦，啊你是一年修几届啊？一年修一摆啦，可怜可怜，辛苦哦，一年修一届，辛苦，农民多辛苦，对，这一定要好好推广嘛，是，对对。啊你就问你一修一届是几月开始？几月开始？几月修啊？几月？十个修到二，修到二个。十个修到二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一二，差不多四个月，修四个月，那个草莓季是一样的嘛？这样啊，哦，所以有四个月可修，哎，那个新花呗，新花。会啦，啊，那这过这过山也挺好呀，这过这个草莓季耶，什么代志搞讲就可怜的啊？可以吗？你可以去啊？啊，可怜呐，可怜呐，可怜啊！可怜，可怜，你卖种芋啊？啊，卖种芋啊，无打人做啊，我咪当种土豆啊。啊，种土豆嘛是烧香啊，烧香啊，烧香。啊，你几岁？我七十一，七十一，那唔爱退休嘞？这困难。啊，就产阿爷啊，无你产会崩去啊。阿伯安尼啊，辛苦咱家斗哦，别安那哦。别哦，你个哦，看唔到咩哦？对哦，对哦，对。弹弓，这里这里。哎呦，我刚才躲了咯。翻起来，把它翻。我阿弟做。对对对对。整个翻起来耶。安尼哦。嗯。你接来嘛，这个是吗？哎呦，这个。哎，这哦啊，这里哦。这都是芋啊，啊芋啊，芋啊是芋啊，安尼有色啊，吓，红啊色啊，红啊，哦，这大粒啊，红啊，是是，阿姨刚倒过来，来来来，好啦，阿姨，大家倒倒过，瓜哥来倒过，你又滚，你又滚啊，你又滚了哈，来来，瓜哥来，瓜哥来，今麦才秀啊你，你们土高我派呢，有没有？哦，有了有了，哦，这两粒哦，哎呦，啊。这样是相机啊，一个大，一个细，乌镜啊，乌镜啊，买一送一啊，那会使吃吗？那会使吗？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小金门的芋啊，不一样，它因为要收成，所以把水先放掉。对，那他们种芋种了这么四十几年了，对，这是该给惨了。是啊，啊，每个台湾籍，哎，这个芋不一样，要推广一下，对，吃起来就不一样了。来来，该倒二级，倒二级，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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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爱成爱成，来来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芋吗？有，马来西亚有，有啊。怎么会
真的。哎，你怎么给他铲下去啊？你铲哪里啊？铲外面呢、啊？他卡住了。你把钥匙。怎么样？你把我铲的啦，更赞呢。你不要往目标铲，你要往底下铲，往更外面一点啊，大范围一点。对对对，哇，这马来西亚把脚都铲掉了，你小心啊，不要铲到偶尔，你把那个太接近了啦，你。大哥，你要再深一点。好了，就抖一抖。抖啊！这个就是欧啊！哇！真的，一颗都像炮弹一样，你看，哇！咱们金门就像炮弹了。这个就是，所以阿伯你家己安尼一条一条欧安尼啊。很硬啊！对哦。啊，什么人跟你再去市场？啊，偶尔的匆匆来到再去市场啊。哦。安尼哦。啊，恁囝呢？囝嫁去伫台湾啦。去台湾。过去台湾哦。查某囝嘛去台湾。啊？查某囝嘛去台湾。在我囝个台湾。安尼哦。无人，无人跟你斗相共。对啊。你结人结去无啊？无。嗯啊。莫你厝的就对了。嗯啊嗯啊。啊，你伫只哦，啊你莫敢袂讲做啊，啊来还家呢？会啊会啊。会呢会呢。你那硬要求，人几岁？你做阿只可怜，把身边老人跟你讲话。你是准备嫁咩爹？你搞你搞笑啊！你无解，无想，无想。那你的钢砖那有准备吃？有啊，那弯刀有啊。你刀我？嗯啊。哦，你刀不准备哦。我也无人啦，滚滚啦。啊？滚滚啦？滚滚啦？滚滚一滚啦？一滚啊！你那无我，我叫阮某捧出来恁吃。啊，你我啊，我啊，我啊，捧花啊，给恁吃。无你你去叫来，我来跟刀握握。好好好。你确定啊？你确定啊？你要我捧？你要我捧啊？啊，你莫提啊！好好好。啊，你好来捧都好啊。哇！你哇！现在出租船啊，加车超，这你莫，你好，你好，你好，这唔是，你莫，唔是啦，很多人都徛在边啊，迄只是莫啦，就是就是，餐厅的头家娘，餐哦，餐厅头家娘，专干个请餐厅来住啊，哇，三年才收一届个六十块，挣个七十几个，我你开钱，啊你敢好？那现在叫餐厅主管夫啊，现在已经足澎湃啊咧，这拢跟我有关系哦，啊你头家娘来介绍介绍，这哦，这叫做蚵仔煎。蚵仔煎不是蚵的蚵啊，是芋头的蚵。蚵仔煎是蚵仔煎，是蚵仔煎。像萝卜糕、蚵仔糕。真的哦。哇，好吃嘞！来点爽爽爽，明明明来点个虾米就。有虾米，有芋头。好好吃哦。真的。有点过年那个咸的年糕。哎，对对。但年糕是糯米这样的。咸的年芽，这个是松啊，进去就软掉了。闻到香味，你这样子我就闻到哎。真的。年糕。够好吃，看看看。咸的年糕有虾米的味道，而且里面有虾米的，而且不会太粘牙。这种食物应该马来西亚很熟悉吧？有很多是炸虾饼的味道，对，马来西亚炸虾饼就是这个味道。但虾米比较脆啦，这个比较好吃，特别因为感觉还有一点肉。那蚵仔比较绵呢，就绵啊，被迫没有看到它绵。而且像我们台湾的话，可以吃到它那个纤维比较粗，它比较细。锦嘉的各地有各地方的特色特长了，但是呢，小金的芋头啊，我们今天不来也不知道，以前都没听过。嗯，到底讲大咖啦，还是苗栗的啦？大声的啦，大声的啦。对啦，小金门的蚵仔锦嘉。礼拜真正赚，起码就是10到20哈，起码这是。这是麦香芋条，哎呀，有点像薯条的感觉。对对。哎，哦，他把它弄成类似薯条的样子了哈。对。哇，上面撒的什么麦香？麦香，麦片，麦片，哎，用来有把麦片爆香。芋头的香味，嗯，哦，好香啊，真好香，那完全是吃到芋头的原味。哦，原味，原味，完全。这个一切都给啊，都给啊，姐姐，对，这个芋头切片是芋头啦，啊，马是芋头，对，不要这边。金色看起来像鸡肉，像白斩鸡哦。素食餐厅最爱做成这样，这种大鸡肉，对，那你吃起来对不对？还要沾这个上，对对对，这样辣椒酱，会不会太辣？嗯，哎呦，我够迷哦，啊迷哦，沾辣椒。刚刚那个，刚刚那个是脆的，这个是绵的了。哦，好绵哦，哦，你看，有点不像是吃蚵啊，真的耶。因为芋头沾辣椒酱，像是面包，芋头沾辣椒酱，有点像是吃面包。面包店那个芋头面包，这个好像芋头沾辣椒酱，像这个呢，你看海带，海苔，对呀，然后把，老板娘您亲自动就对了哈，对吧？人家都给你，我们用心的哦，手工切的哦，芋头丝哦，芋头丝哦，对，哇，哎呦，主要来我们这边就是，哎，就是要吃芋头，握寿司就对了，哇，握寿司啊，怎么能切的？怎么能切的？哇，怎么能切这么细啊？就是手工啊，厉害啊，用烧工。安座，怎么样？好香啊，好像是姜味，加上萝卜，那个姜味。芋头，不是萝卜，香啊，芋头。而且它咬起来是脆脆的，对不对？里面。老哥，你给一个。对啊，你看它芋头啊，还有里面有地瓜嘞。有没有会怕死啊？
热。哇，好棒哦！我听到那个咔吱咔吱，它这个脆哦，海苔是脆的，啊，配上我们这个芋头也是脆的，没办法，没办法，这一看就知道很好吃了。老板娘，我讲那么好，这个给我。所以阿伯讲的呀，就行销到这个什么餐厅，做出这种美味的料理。嗯，可做料理又便宜又好吃啊！哦，真的很好吃哎！哇，阿伯，咱推广一下哈。小金门，我再你讲一下。小金门，虎虎架，虎虎个架，嗯，虾个吧，嫩哦，嗯，真正米。入口即化，唔能播呢度用噶，唔能播。入口即化唔能播落去啊，用吞呢度。好啦，阿廖喊一下。啊，走，他举起起来吼。哎，过来给你吃干你哦，拍摄啦，上些奖金给你吼。啊，上奖金伊唔得，上个物件，咱来上个奖金咧。那搞啥物件咧？我讲，阮家雷氏乡，阮的乡长特别送阮的芋头礼盒。乡长过来啊！乡长啊！乡长，哎呦！董事长。兄弟，你还没下班哦？行过呢，哇！你广告都一定告都也行过了，一直跟着嘞哦。我躲地雨就这么大了哈，走到哪都碰到。哎，这个送给，哎呦，好重哦！你两店店要不要给我比赛嘛？你看到没有？比赛的芋头王，小点兄弟，哎，你看第一名，你看，好漂亮哦！哎，小心，好大。这个不知道是我们陆军腰动舞炮，金门就长得像炮弹，你看这第一名啦，这个欧郎加水啦，这你请没有？嗯，哦，厉害厉害，所以这个芋头马上要上人雄金，观众朋友刚刚上网回答问题，有机会获得这个小金门的芋头礼盒，哇，好棒好棒好棒，真的好吃，啊，那上奖金福利哈，加油啊，一炮三响，来一炮三响，来开心啊，加油啊，金门有金门。碰地了，两个碰地了，加五秒，加五秒，大家赞！二十五秒加一个碰地，加五秒，三十秒，在三十秒有赢了，我们也不能碰地，我们碰地也是一样加五秒。对啊，来，我们派出代表来，请就位。来，一炮三响，要三十秒，加油哈！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还能三十秒，一炮三响。还是要加五秒，因为孟之出来的时候脚没有夹气球，就已经违规了。对，我们几秒？我们23加五秒，28。28秒，我们23加五秒。对，好，28秒，我们还赢哦。我们赢了，不好意思呢。乔麦艺人呐，这台湾呐，来哈，台湾的物件上我领了，谢谢。来，谢谢，谢谢。小金门，我请教好假，好假。不要，不要紧，你表现到袂歹，是阮今仔特别好安尼吼。特别去拍照，1、2、3，耶！这个说，哎，你来照一下。你家啊？啊，你照对。我找你有够久的啦。啊，你请啥？你去找我介绍恁姑娘啊，恁等在在做。啊，那一炮三响啊！你在玩游戏哦？无啦，这个输啊！啊，你看随我来，你有照镜，我那都要找人。对啊，不能对对对。啊，都乌啦，叫你没进步啊！这个师傅，骑在乌机上啊，进乌啊，进40-50年啊。哦。啊，因囝拢伫台湾啊，伊家己进安尼，我就到乌啊。辛苦啦。哎。啊，你有上奖金无？有啊，啊，无咧。无咧，上无。你无上奖金无啦？我来拿个输起啊。啊，输起哦。哎。啊，这东西吼，有输有赢。是啊，是啊。好啦。这个师傅，你那揣个。输啊，是我，我替你揣另外一位，哎哎，你个世界姐。世界。兄弟啦。他问我讲，我那头装发出来，你今日就这个嘛？但是我跟你讲哦，你人悠悠，人无人笑笑嘻嘻，笑个二嘻嘻哦。哎，对哦，这心态无同哦，人真欢喜哦。啊，是你需要我跟你对解者？慢慢讲。算了，乡长无困扰啦，乡长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
对啦，大家最有着顶啦。啊，你到底要去倒位啊？要介绍高粱的。别对啦，别对啦。你只有无这条路安尼啊直行，方便车我就够啊。哦，对我对我行好。好，谢谢。谢谢，属男生的点，哪位？哎，阿伯伊啦，啊，你怎么拢按照其他人在对吹？你水过来是咩水？兄弟啊，你知影高，都知影这公司高高粱第一瓶，你知无？第一瓶或者第一瓶。啊，你传我几条？来来，叫来，我讲讲兄弟，你直接莫被翻摸啊！好了，来来来，先我帮你。这应该就是高粱甜的吧？应该是吧。我们喝高粱都不知道高粱长这个样子。第一次看到。很奇怪的，那个什么济公师傅叫我们来看高粱，对啊，却又不见了。他又不见了。啊，那奇怪。来无念怪了，无踪了。所以他叫疯癫师傅，癫疯癫癫哪里了？叫祭癫嘛，祭癫祭癫呐。济公在屋啊，你到。在屋。谢公在屋。大猪大白，大威爷子。啊！你这这群人来值班呐？哎呦，你走手紧啊！你穿的那个看无啊？看门啊！啊，这是我乐园嘞！哎呦，乐园啊！这里乐园啊！你高粱田真跟你一模一样，来来来，出来出来，站回去站回去，站站啊！来来来来，这公财务，哎呦，你俩站来对呀！哎呦哎呦，哇！这个招财务站无，我站站站站哦！哇，今天蔬菜第一个红了，哎呦，你安尼规片看过后，拢都是高粱的。原来高粱是长这样子哦，对哦，哇，尤其太阳底下看好漂亮哦，哦，这就是这黄金啦，哦，这高粱酒都是这款的哦，都是这啦，哦，你来啉高粱，冇看过高粱，这都安尼，你拢困在家哦，系啊，太爱啉高粱，这是我的乐园啦，哦，啊，你有想要对这高粱加了解过？啊，当然啦，当然啦，介绍观众知呀，哦，啊，你我跟你讲，高粱酒啊。你过年嘛？过过年嘛？过年。你没有看摸哦？我没看摸啊！我叫涛哥来啦！涛哥啊！涛哥！哦哦！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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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忙到这公司做做够？哎，今仔日这边哦，台湾来啦，你好好把咱的高粱哦介绍给因识在。好，好，安尼好不？叫涛哥来介绍啦。好，安尼我就先来去啊。风尚客店啊！哎呀！简书呢？招过两天。哇！哎，赵明，你点了几只剩药？无啊，加减啦，加减来，再来来佚佗啊，看落伊安尼，我今日咧采收高粱啊。哦，系啊。诶，这公司有介绍呢，推广这高粱伊上爱啉的呢。嘿，这高粱酒，这就是高粱哦。我头一摆看到。这是高粱酒的高粱。哦。嘿，这拢你种的啊？这拢我种的。哇，很大片的，瓦固在，瓦固在是多长？差不多采收哦，种了差不多四个月了就开始采收，四个月，二十日，四个月，哎，四个月就来采收，一年几收？一年啊，讲无种小麦哦，种高粱会当种两季。哦，两季，所以起码是采收的季节呀。正港的，要不就丢时就丢。丢时，啊，这阵采收的高粱哦，特别好。安尼哦，除了酿酒，佮有啥物作用？会当做面膜啦，会当做蛋卷啦，会当做高粱冰淇淋啊。哦，可以做蛋卷，可以做面膜，但是酿酒都不够用了，还做面膜？没有，是把它的东西制造过后副产品啊，副产品。哦，因为我要把一个东西哦推销成不一样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对对对对，金门高粱是安那才出名，是安那。金门高粱的出名，就是因为金门所产收的高粱吼，较无同款，就是因为一年有两季。红高粱跟白高粱，做笑脸的，这是爸爸传落来啊。这是金门所遗传落来，不是阮爸爸遗传落来，因为金门当初时是五连将军，以前我们金门为什么不能种稻米？以前开始种稻米的时候不行，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水质啊、土质啊。土壤气候不适合种稻米，所以那个胡琏将军来帮我们军方来帮我们那个鼓励我们那个种高粱县民啊乡民啊来种那个
高粱来培植那个高粱所种出来的高粱来制造成金门高粱酒。哦，所有金门的高粱酒跟我们台湾的高粱酒跟那个大陆那边高粱酒完完全白酒跟白酒就不一样，白酒不一样。过去觉得这个哦不能种稻米，根本怎么生活就想办法啦。对啊，种花生、种芋头、种高粱，对，他就有他另外的出路啊，真的。你快快耶！就像你做船定完嘞，啊，村长，船定了，了了了了，你归位做船定了，哇，你哪回都做船定，啊，那样，马霞也年轻，要肯待在这边也没几个，好不好？对啊，他要肯待在这里，那是好你做的，哦，画没出来，画没出来，这边呢，彩秀能搞掉，彩秀啊，你先示范一下，示范一下，这是这么多，刮刀，哦，镰刀，师傅，建功显书，你那个照做得来？我那在木样去木做不了。你们挖嘞？啊，恁来搁直接？无你照去啊？对啊，啊我要照去，我那个照到现在所在啊。好，你看那在你那来照做得来。你们伤多啊？那你先过吼，你最头的。啊，你去找无路呀？无啦，我要来给大家先导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应该用行的。喝酒就是适量就可以了。对啦，太欢喜了。现在加了，加出去了。这边就给龙虾了，有虾了，有虾了哈！啊，你慢点，慢点，慢点啦！我未记你给你祝福啦。好，谢谢。因为我足欣赏你，谢。来，我的主持人，我上个欣赏。谢谢，我一定爱给你祝福。好。好，来啊，来啊，来啊！招财有啊，我。谢。入魔身，我紧啦，加台过过咧。你错我啦！啊，你错我啦！错。你错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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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真的只有你有光了？来来来。现场没有最高的环境，环境在只有我们几个，你知道？哇，兄弟哦，来，金光归来，是圣水，光哥，圣水来了，圣水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快进来，进来，哎。对啊，感谢感谢感谢，百年难得一遇啊！哎，你做光队啊？你对会发毛？我不是发毛，然后减肥啊！啊，要喷一边，喷一边啊！喷掉喷。来来来，对下介绍光队啊！哎，怎么来说啊？这阵哦，我教恁大家吼来，彩绣嘛，高粱啊！哦，不要彩绣，不要彩绣。啊，恁绣来哦，爱刮刀，爱镰刀，镰刀，国语叫镰刀，台语叫刮刀。那叫做教我，啊，教我。哎呦，啊，我这阵哦，先示范哦，先做给大家看。啊，你先做一间，做一间。我这金门高粱哦，台语叫螺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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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螺碎嘞？螺碎因为哦，螺碎我无穿衫，你困螺碎，是不是？完完全全你也看见哦，这规个螺碎哦，完完全全甲无穿衬衫，白苍苍。又蒙蒙一粒一点，但是是白苍苍，对不对？落水的原因是因为，完全的金门的高粱是吃露水为多啊，露水，吃露水啊，啊，叫露水，水，啊，完完全全唔连到台湾的稻啊，哦，台湾的用有稻啊，就是稻米，稻米用到稻米啊，稻米是爱。水，我提多提多就恐怖了。拍谁拍谁拍谁？那那有蚵仔爱水落去灌溉，对哦。阿条啊爱水去灌溉，对哦。落水弯弯是吃露水，露水哦。所以你看伊啊，落水原因就是叫落。就水叫落水，哎，这是白高粱，水啊水啊水啊，水啊，人家就像仙女棒一样，对啊，落水是安尼抄起来，哦，水，哦，我来试看哦，有看哦，好，过来我来试看嘛，啊，报告先试一下看嘛，只要金瓜水哦，金瓜水的地灵够有力，有啊，你啊，哎，哇！来来来来来，奇怪，不要割到自己手，不要割到自己手，浓卖挂就感觉气哇！小心啊，小心啊！那个小的啦，拿大的，拿你用铁铁。那他刚讲了，哇，大一，你多大一点，粗一点的。他可能什么意义吧？哦，那你们割一下，割一下，孟志。来来来，孟志，大的哦，大一点的。修水了，修水。
小心！你快割到手了，差不多了。哎呦，不简单的哦，这样知道吗？这个就是哎，高粱采收就这样采收的。啊，我就问你，你高粱有做什么料理？高粱哦，高粱料理是介多啦，但是你有准备无？有。高粱有有那个高粱蛋卷啦、啊，高粱的那个冰淇淋啦、啊，所以还有你有准备对吧？有哇，有水啊！你冷水你减一水啊，啊无我这水果送你，好的谢谢谢谢，冷水倒起来到岁岁平安。啊，大家岁岁平安来看一下。漂亮，真的漂亮。高粱哈啊，人家这个高粱呢，以为只有酿酒。嗯，今天我们来吃它的附加这个啊产品。接地气，你好，这个是我研发的产品。你研发的产品，这跟高粱有什么关系？对，桌上现在摆的就是用我们这个高粱农作物酿完酒以后再下去发酵酿成的高粱水果醋。冰淇淋有，你都要招对去。哎，我看到你。无啦，因为我昨暝吼加啉淡薄宿醉。哦。这个我来的，搞混。哇塞，阿你，好瓜哥，你终于找到机会报仇了！更好笑的节目内容，你千万不能错，拍戏啦！高粱酒粕蛋卷，还有小金门独特的芋头蛋卷，哇，这个都是女生很爱的。哎呦，这一根一根的，你看看，不要再演了，不要再演了。这个酒粕吃起来会养颜美容哦。我们啊都不敢吃这种东西啊，因为怕胖啊。嗯，这是什么？这个是里面蛋卷里面加高粱酒冰淇淋。哎呦哎呦，哇，这个可以啊。瓜哥，你们是怕胖吗？瓜哥，不是。你还吃得那么开心啊？因为它的独特性很高啊，在这里只有在这里才有啊。对，一定要赶快。台湾根本全部酒味。瓜哥。这个酒粕这个蛋卷啊跟一般吃蛋卷不一样，不会胖哎，它不甜。哦，它不甜，吃的不是更好？而且这个芋头味道非常的浓哎，芋头好香哦。这是真材实料。我知道，我也吃到你们蛋卷的味道，但是有吃到里面的高粱冰淇淋，哇，好浓哦。哎，这是一个人吃一盒，大概一盒就有了。对，台湾也很多人用高粱去灌香肠，对啊，有，对，你不是不喝酒这么贪酒？好吃啊！然后我吃起来觉得这个哈，冰淇淋有一定要招对去，我看到你，无啦，因为我昨暝吼加啉淡薄宿醉，哦，要困起来，是不是？这个我来呢，搞困，今天哦，哇塞，阿你，好奇，这公司有改本的啊，对啊，那大事啊，他就落油啊，我跟你讲，他是干的啊，咖喱，示范一下啊。还能打起啊？锻炼啊！安全都在啊！那是安的。但是哦，你的闭馆又跟我讲啊，一定要高粱酒啦。嗯，哎，哎呦，啊金门的哦，最好啉的，对，好。可以这样，它果醋吗？老板娘差别在哪里呀？这个醋啊，还蛮甜的嘞，真的吗？不是酸之外，不是酸的要命那种。它是碱性的，碱性的，养颜美容，嗯，还有丰富的。不酸哇，这好好喝哦，而且是那种很滑的那种。哎，那个有颜色是什么醋？哦，这是什么？红色的是吗？蓝莓苹果，有它的香味在，对，还有葡萄，不会说很酸很呛这样子。嘻，综合多种水果。所以高粱也让我们啊，平常这么多年都没介绍，因为高粱用处这么多，对，是吧？我们以为它只能做高粱酒而已。哎，那我们今天在。进修点。你想要来家找找
佚佗。师傅，啊，你不是回去啊？我都吃袂记你啦。我一开始有把你加持，但是吼，我袂记你吼，加持你的妈妈，你定定的。这么讲哦，家母家东西给家母，丢了丢了丢了，那根本不高哦。老哥，家子家帮家母了，帮家母家子，帮助妈妈一下子啊。最大交给你哦，交给你哦，啊！啊，你唔经送物件咧，我捧。进来来，好，上上面。好，刘工哦，徐妹哦，我再讲加持一下。你上上。加啦加啦，叫我高粱。哎呦，就这样。高粱的一些产品啊，福利啊，醋跟蛋卷，蛋卷啊，醋跟蛋卷，那送给乡亲啊。刚刚看完节目，上网回答问题了哈。对，啊，我们就机会获得这个了哈。来，我们升级游戏后了。是啊，是啊，休假掐你好啊哈。加油加油加油哇！加高粱啊，身体一定赞你啦。对，空气又那么好。哇，今天休假拢才吃吃啊。有啊，太懂的啦。我来还好啦。我拄只喺头家讲要请个蛋卷啊，我贪吃拍死我贪吃。无你来还好啦，无啦我补个啦，好可怜啦。你先吃，好来来加油加油哇！今天今天是挺够哎，这样3331好了哈。3331。除了造梦之余喽，比较那个大炸大价，除了那些价。来，好了，准备下，加油啊！喊。前面那一个其实蛮吃力的，各位看到。不是啊，因为这除了两个之后，其他都那么瘦小啊，对。太厉害了！来，我们几他们几秒？38。38。是记录吗？破记录了！破记录是记录破纪录，38对。哇塞！摔摔摔！八哥要上场了！啊，都那么瘦小，对呀。但这个38秒不是好成绩，是因为他们今天的货物比较轻。来，马国碧。我跟你讲，我是 OK 没问题的，帮自己记录挑战。不是啊，你刚不是站在那边拉拉筋什么？你拉筋？站了一天要拉拉筋嘛。你不要跳的时候拉吧，奇怪了。对，我哥，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新人来，应该要给新人表现。哦，哪有什么新人？爱神啊！爱神啊！没关系啊，爱神。等一下，如果新人不愿意啊，那就变欺负新人。对啊，如果新人很愿意，叫提拔新人。对，这个日后会讲的。对对对，要公平，人家你还有什么哒哒哒滴哒哒滴，人家还有跳舞啊。我也会啊，你有吗？我也会啊。来来来 ，OK， 准备开始。谁我最珍贵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同样的，我与我妈的尽爱多一些，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感谢。等一下，叫的真的很烂，那还是你好了，来救他。新人还是想你看人家叫，你看人家叫，你看1、2、3、4。因为我最珍贵是那些，如果上帝的我是光耀夜，爱我吗？爱怎么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感谢。要搞笑多好，有没有给你机会？给我机会。对，好，那你自己愿意的啊。我不要了，不要了。给你机会，因为代表而已，跳得比他好啊，所以你取得参赛的资格，全身那么瘦，真的吗？不要怕啦，来来来，给鼓励一下，救救救救！
萧龟潮水啊，刚刚前面怎么背三个就背三个，一定可以的。对了，来杯三三三，哎呦，打拳了啊！休假，下面好，来啊，你们第一个棒。超过人家38秒了，倒闭了。你跳得好，这个没有用啊！你太烂了，太烂了啦！对，我想呢，这个我刚刚讲过，新人如果他做不到，我们就被勉强了。对，所以刚刚那段不算，就你来好了。再讲，38秒，要给你鼓励啦。嗯，输是一定要输的啦，是，输是一定要输给人家啦。对，但你如果挑到38秒以内，我个人10000块了。哎呦！那二号给我，我既然花钱，我不能参与。不能再动了。你现在参与背的部分啊，不能再动。那个，但是有个条件啊，计秒器要拿我这里啊，我不要乱掉，就要你们分赃。来，准备就位。各位乡亲作证啊，来，38秒是鼓励他啦，是，来输赢赢输啊啦，但你们已经获得奖金，但是要自我挑战，对，好，因为一直再下去，我看会残废的。38秒，预备计时，预备休假。那等一下您是几个？4个，三个，跟第一组一样啊，3-3-2，休假，加你好啊，还，开始。加油，瓜哥的10000元奖金。我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电话打给你，美女留在你怀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那心如水。几个小姐加你好啊，还55秒了，还有记啊！你看，57还是57秒？对，他外面还记，我这边记57秒，我这边是记55秒。啊？输还是输了？输掉？对对对对，当然输了，因为。因为人家那个是跑回来的，他是腿有点腿软回来。但是是不是你个人？是不是你个人成绩最好的？最好也是。我没有勉励他哦，他不会把向自己突破50秒。对，不是说会赢哎，用生命。来，那个爱晨，爱晨啊，哇，真的教他跳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你真知道美在美在谁？不错不错，做个圆满的 ending 了啊！来来，恭喜这位啊，大哥！感
三十万有厉害厉害的，加国梁开始我赶快破纪录啊，破遥远号纪录。哎，小金门是个好地方啊，对，人情味多浓厚啊，很多好吃好玩的、啊。我们说实在拍两集都不够了，有机会呢，我们要介绍什么大胆二胆给大家好好的欣赏。张嘉玲啊，谢谢，来一起拍照好不好？谢谢。哎，这个生日谢谢，希望很快的就见到你了啊！好，谢谢，刚刚上网回答问题，能够获得小金门的一些礼品啊！哎，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30，锁住民宿收看我们的《宿命大集合》。